今天哥哥来营业，歌手黄征已上线。大家好，我是黄征，我是披荆斩棘的哥哥。参加节目之前有打探过谁会来吗？海泉、狐狸狐，我们俩的之间的彼此的昵称，两个人的这个关于狐狸黄、狐狸狐这个版本也不统一。当时认识的时候，我们其实还都是在为音乐梦想而拼。我和他还有一个哥们儿叫。有天下午他俩来到我家找我，我说你俩有事吗？今儿跟你商量件事儿。我说什么事儿这么严肃？咱们弄一组合吧。为什么弄组合啊？咱们仨都喜欢音乐，咱们又是好兄弟，一块弄个组合挺好。我说你们俩能给我一周时间我考虑考虑这个事儿？结果一周以后他俩又来找我，非常正式的问你想好了没有。他俩就觉得哇，你太不靠谱了，你太狡猾了。你看咱们仨都兄弟一场，游离在我们俩这个状态之外，太狡猾了。对，